过过年哦。你先拿。你看鬼鬼鬼眼睛。啊啊！你看鬼鬼。这个我算了。正月初一碰一天，恰恰五五过新年，大街小巷寻人才，爆竹响连天。七个人咚锵咚锵，爆竹响连天。把它拉回来，你不要再把它拉。
过去啊。新加坡 Dominatrix Dominator 都在这边了，不可能两频道。新加坡还是这个，下摆要改行唱了。为什么你要跟他唱这首歌？我有点后悔。鼻子高来眼睛大，鼻子高来眼睛大，两道眉毛往上弯，白天弯上去，晚上弯下来。那是讲我是大饼。往上，不是暗眉，是往上，是往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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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要准绳儿。往上是 internet 叫往上。你真假嘞？你真假？往上是多少？往上，往上。放我这边先，整首唱完我再还给你。往上弯，然后呢？星座的。两道眉毛往上弯，嘴末唇膏要喷火。十个指甲涂够单，星座的旗袍实心样，曲线玲珑又美观。哎，老师说卖裤啊，无人播说卖裤啊。哎，老师，你无看，才对到了球。啊，金鸡心啊，曲线玲珑又美观，金鸡心挂胸罩。挂胸罩，挂胸前。你看你看比。挂胸前，我还奶罩哎。但你要怕那里无通走，我跟你讲。金鸡心挂胸前，里面装着小照片，里面的照片就是我，我的照片在里边。呸呸呸！想想想，我的台歌贵啊，你的照片不是你，哈哈。回得好，别人的照片在里边。你知道是谁的照片？谁的照片？嗯，应该是你的弟的照片。哦，我只是看到刚才后面四位帅哥的照片，别人的照片在里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放屁！哎呀，你的华语水准很不好嘞。张嘉伦，你想放屁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吹牛。吹牛哦。啊，那应该不会带跨的牛仔。吹牛，中国叫吹牛，那新加坡比较口语化，叫放屁。没晒行，你知道外国放屁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吹牛。我看小姐真面善，好像在哪见过你，就是一时想不起。啊，你认识他吗？没有人不认识。我们不认识你哈、哦。刚才还讲什么甘蔗，然后又讲什么小什么。哦，其实我认识他啊。啊，你认识他？我认识他。你是从小老街那边认识他？好像是嘞。哎呦。同学啊，我们不单只是同学，我们还是同床的呢。老师，一二三四，大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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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说，什么事？我在给你唱首这样的歌。什么代志？你刚刚把那水撩掉哦。我们不是要唱歌吗？我们没聊对不对？我五十块在里边。不是，我唱空空唱歌，无 feeling 啊！我的歌唱完了没？我差不多了了。差不多了了。差不多了了。来，等你这个无聊的。他叫你唱完先。唱完先。哦。卖点点看无走，会行的就会行，无行你卖在这来行。我的同学数不清，男朋友也有千千万，少废话来别的麻烦，我们去拜年。七个龙龙下龙下。我们去拜年，去拜年，好好好。听说小姐去拜年，我的飞机在哪边？你的飞机？你有飞机？飞机啊！我没相信，你太高贵。现在的社会，有些人一个家庭里面两辆车、三辆车，很平常的事。你有飞机？我不要买车，我买飞机，卡是最袂使。你有飞机？你有肯德基、洗衣机，就是没有飞机啊。飞机？没有飞机啦，有劳力啦，劳力啦。你是看到这边有两个飞机场，你讲你有飞机是吗？我们有飞机场，有飞机怎么样？奥利啦？我没有。劳力啊！啊，劳力还可以。劳力啊！你的劳力在哪边？只要开口吩咐你。我的劳力在哪边？只要开口吩咐我，去哪也不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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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啊。从门上来仔细看，他的外表真美。
哇，也要修了高。这个甲徐雄放学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海产。海产。放得好，放得好。来，秋了后，来阿伟送红包，赐红包。来，那刚刚是一个送给大家小片段是。那我们接下来让阿雄来继续为单独演唱什么歌曲？来，你赐我们送富吗？我们拿红包。对，因为你讲我们飞机场，又讲我们甘蔗，我们的阿伟看了又心痛。Yeah， 哎呀。无你人无看的所在，我跟你讲，等下阮老爸来了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你老爸要来了。哦，来了，你要唱什么歌曲？来，我们有给唱的歌嘛？有在后面啊。我把嘴唱了，那个当最后一唱的。有没有关播？其中有一首《孤女的愿望》是。等下。哎，你也有哎。谢谢。啊，阿伯，都是阿伯。是阿伯，会使阿伯看。阿伯，头先我讲伊无你人哦，袂使行恁厝的啦，行恁包来啦。好糗啊！来，我跟你道歉。你们觉得我们只应该跟阿雄拿这两个红包吗？不是我给阿喜，拿给我给阿爷，对不对？要我们应该拿的话，来掌声听一下。甘蔗就甘蔗了，用一塔上来了。你随便讲，你唱歌，你唱歌，我们下去。不管你讲，我们是甘蔗啦，甘蔗啦，隆重我给塞哈，拜拜。春兰的，这摆还好。秋瓜红包是一个的秋，十八仙。啊，不管了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唱点唱的歌啊，这一首呢我从来没有唱过，但是也是我很喜欢的歌，这是女生的歌啊，大家来回味一下，台湾的民谣叫做《高路的管风》。来啊，不嫌弃的话给我一点掌声，我尽量啊，没事。刚才看到点单，那我尽量的把它。Oh, no.
Yeah.